会把所有东西就是 CP 值要很高。嗯，对，我的钱，我买这个东西、这个、送给人家，哇，这个有那个 CP 值，有 CP 值。那应该就是泡面吧。他会讲泡面，就台湾泡面，台湾那个美国没有，你买不到，你买这个送。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对，在台湾比较特别的，它不能含有肉片、碎肉。黑人牙膏啊，也是黑人牙膏。用这款牙膏刷刷看，没有刷过。黑人牙膏不是改名称吗？叫好牙。我。听这个，那个亮床的耶，可是字太多了，其实我有点看不懂他写什么。不要浪费。没有，不是浪费，也是他这个，他这边要先回去又做好了哈，宣传一下。明年白天超过30度，我在户外哦，有点吃不消。你看刚刚阿飞哥哥从那个地下室上来已经头晕了，再走到茶餐厅已经回来问了车在哪。还好有照一下，还好有想一下这样子。是想一下。我懂了，他PO了四张，他PO了四张图案，他主要的重点是说。想要移民澳洲，但是卡在年纪的问题上吗？现在西澳偏远地区，完了，这英文看不懂，好，跳过。开放了新的移民路径，未满55岁的都可以申请哟。我帮大家翻译了职缺哟。哦，那个木工、建筑工人、冰架工人、服务业的经理、帮厨、烘焙、厨师。这边过华江桥了，它有4页，前面差不多。快到了，还没过。快到了，那不知道什么地方。这是这是新庄是吗？华江桥啊，华江桥。还有那个我们的路的正前方那边是什么？那个亮亮。是
新北市政府，没有，新北市政府只有三层，那个是叫百洋大楼，它应该算是商业跟行政混在一起。啊，大圆柏就在那个百洋大楼旁边，还有香槟。哎，阿妹，你这样知道路哈、啊？汉森东路直达，在刚刚那个对那个大楼旁边那里、啊，这边都通的、啊。昨天我们在那个大同山就看到我们的五十楼了，是吗？啊，我才告诉孝敏啊，那个你看到没有，蓝色圆圆的，那就板桥的地标最高五十层楼。大同山。然后那边是日月观，就是他知道的土城，然后我还告诉他说新庄在哪个方向。哦，他真的是痛哦，他这个表情是痛。他的那个什么腿胖一胀，胀到不行的胀，因为他在运动。啊，你所以你不要为难我嘛，你不要为难我嘛。他是领健这一条超级紧的。我跟香港妈咪一次就 OK 了，好多年呢。这就是今晚。我把他的，我要录影啊、哦，我不用照相，我要录影为证。哎、啊，他就是痛苦的表情，是痛。这大概就是我常常抽筋的原因。啊，你不要给他太用力，好、哦，给他那个肌肉舒缓一下。正常发挥的力道。他这个阿斯里腱肌节超级应该不超级。哎呀，老天！可以，可以啊。好。子琳跟伟丽比较没感觉。没有，我很舒服。哦，那就不痛。那就不痛了。哎呀，我要录他的表情。哎呀，我常常这样。我在板桥。重庆路。没声音，你真的没有注意，然后啊，我都不看他，像个 baby 一样在休息。睡得好香甜呢。那阿威不是像睡着了？是不是痛不敢讲啊？